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就为一桩事情，把真实之理带给大家。这个慧就是布施，就是给予啊，这是真正的恩惠也啊，真实的利益。那、啊、云何会用什么方法来恩惠大家呢？唯乃弥陀愿海六字洪名。弥陀愿海是指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总归一句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里面圆满具足四十八愿，一愿都不漏掉。四十八愿展开，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展开，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。南无阿弥陀佛全包括了。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的念头，什么念头最好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。事出世间找不到比这个念头更好的念头，找不到了。啊，言语，什么言语最好？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言语最好。念头当中第一念，言语里头第一语，这很少人知道啊。真正知道的人海鲜老和尚，所以他的念佛是分秒必争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秒钟他不肯放弃啊，放弃那一秒钟是杂念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，念六字念四字都一样啊，你喜欢念六字行，喜欢念四字也行，无量无边殊胜功德了，为什么不修啊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少造业障，多修一点功德，积功累德，求生净土。你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？念佛。